我不去。两块，全场都两块，报名费2块钱就可以参加我们劈砖社团，上大学就要劈砖，你要不劈砖，怎么能成就你以后美丽的人生、美丽的未来？你是否还在犹豫，到底要加入哪里？倒不如不要再犹豫，快的到我碗里。希望你们参加我们劈砖社团，看好了，就这一块砖，看好了，就这一块砖。为了看我们劈砖社团的功夫。哇，看见没有？只要说加进我们劈砖社团，你没有方便面，没有大米饭，吃不上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吃砖。哎。别跟着我！我让你别跟着我！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自己。除了钱之外，我一无所有。这个生活真的是太无趣了。我需要去找点刺激，我厌恶现在这样的身份。那在那干嘛呢 ？Go out， 消失。人潮人海周遭，姑姑哼着小情歌了。忙碌的勤勤工作，为了好生活。嘿，这谁的摊儿？我的。这是干嘛的？是劈砖社团招生啊。招生啊。啊。你招我吧。就什么样事都招，就不招你这样的。哦，今天的风好大呀！啊，美女。嗯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气质，我看你这气质，加入我们劈砖社团吧。这个跟我的气质应该不符合吧？哇！嘿！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帅哥，请问你这是什么社团呢？我这里是谈情说爱社团。哇，谈情说爱，我想加入你们社团。不加。看着没有，人家不加你，你说我这还没有人，你就上我这来吧。不去，你看你叫人都不来，你招我吧。不招。为什么不加我呢？就是不加，你上我这来得了。好，就是不去。你招人人都不来，你招我吧，就是不招。行了，干啥呢你们几个呀？啊，吵吵把火，五五圈圈的，一点不把我这学会主席放在眼里啊！你们来学校干啥来了？知道不？啊？
边去啊，上那边去。杰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慢点啊。你们都注点意啊，这来到大学校园了，我们应该有点小清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对，看看人家程曦，谈情说爱社团的是吧？嗯，我们两个是颜值担当。哇！哎，冷面人呢？冷面呢？冷面呢？做冷面的冷面人呢？今天只有冷，没有冷面。嗯，弄啥弄啥？这几点了？哪个宿舍的？宿舍几点关门知道不？你知道不知道不啊？不能用电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男生不让进女生宿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！啊，宿管阿姨。宿管是干啥的？就特别像包租婆那种。我听到这个跟我大学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对对。你们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，你们要想上我的课，就必须守我的规矩，不许迟到，不许旷课，不许聊天，不许吃零食，不许玩游戏，更不许谈恋爱。如果被我发现一次，那就按挂科处理。教导主任，不，这是现在的学校吗？这是？嗯，现在的学校也有老师是这样的。哦，我们当时的教导主任就是这样子讲过同样的话。啊，你为什么要撒娇说话？你正常说话行。他这么说话，我愿意听。好，全体都有了啊！下一看，这没吃饭呢啊！再来一遍，整，零。有特殊情况的同学到那边休息，其他同学准备训练。哎，我说的是女孩有特殊情况，五个数不回来，一人五十个俯卧撑，一、二、五。你们几个人，一人五十个俯卧撑，其他人准备训练。体育老师。体育老师。一般男生是喜欢上体育课的，对，我特别爱上体育课。哇，你身体好棒啊！行了，你这身体也挺好。那你不要碰我，我身体也不错。你碰我，我身体好着呢。碰我，我不是胖，我是死壮。行了行了啊，你们几个别闹了。我们今天来校园目的是干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来寻找一下这三个冷面人到底成为冷面人的原因是什么。就我们是来治他们的。对，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，一起去走进冷面人的生活去。三二一，走！哎，一二三。馄饨冷面刀切面变。馄饨冷面刀切面变通。哎，走了哈。哎呀，哎。校服都穿上了。快点的，亲那狗啊，这是亲那狗啊，这是磨磨。讨厌！你看磨磨唧唧，这么难受的看着。哎，等，能上来。说点事儿，没别的。出去说，出去说。我这有出去说。有啥急事儿？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说，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会以假装帮女生修电脑，进入他们的宿舍。哎呀，我真行哎！哦，对。这招太狠了，是，走，就得假装修电脑，走。我们是假装修电脑的。既是国民女生询问能否带男生进入宿舍帮忙升级电脑，在这里我统一回复，那就是一没门。没门？啊，你杠没门，你这招不行啊，套路太深了，这也。宿管阿姨套路深，不如我们回城，回农村。农村套路好，有花还有草。干啥来？哎，我们没干啥来，我俩就到这溜。女生宿舍不能男生进，知不知道？出去。
出去！有个天大的秘密！哇！你想吃点什么菜？用不用我帮忙啊？不用你帮忙，你就坐在那儿，你吃这。